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浪漫和欧皇之间的精彩决斗啊！据说本场对抗的节目效果非常炸裂，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！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落锤镇，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人族 ID 浪漫，我们的漫皇啊，中国人族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一人族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，红色的不死族 ID Happy，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。那目前来说，浪漫对于 Happy 的胜率是所有选手中最高的，但最近 Happy 的打法又进行了各个转变啊。 Happy 现在进化的也非常的快啊，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操作很厉害的机器人，那现在各种大局观整活都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。 Happy 这一局首发的是巫妖，那应该又是开矿的打法啊。浪漫这一边也是常规开局大法师，本场对抗应该又是前期互相开矿互相折腾了。好，看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发挥。小步兵过来先把小动物给干掉啊，一方面是怕会卡自己的位置，另外一方面的话早点把它清理掉啊，等一下尸体消失不死族就没有机会过来找骷髅了。好，民兵一敲，这一波的话直接敲了五个民兵，投入还是有点高的啊。 Happy 这一边我们看看巫妖开局直接卖 TP 卖腐蚀之力骷髅棒。好，巫妖选择开矿，人族呢先练一个小点。现在的人族啊，就是最主要的是大法师到三是吧，开矿还有科技都是其次啊，大法师只要一到三会给巫妖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制力。好， Happy 的话上来忽悠直接练个大点啊，这个矿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好开，但是 Happy 的练级细节确实非常细啊。好，那浪漫如果想和 Happy 一样开的话就来开这个点，开这个矿的话比较近啊，虽然你练的比较舒服一点但是比较近不太好防守。好，我们看看 Happy 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。六级的一个石头人被巫妖点的生活不能自理，哇，开局六级石头人掉一个加巴的攻击之爪。那看一下浪漫这一边，浪漫的话两个小点练完，好，终于要开始练分矿了。 Happy 直接闭眼抓，嘿，就知道你要练这个点啊。好，那浪漫差不多练完这个点，大宝石也到三级，三级之后啊守家还是守的比较舒服的。 Happy 一看，呵，你都练这个点了，差不多到三了，那我也赶紧到三啊。三级之后是吧，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，但是两级巫妖打三级大法师确实还是有点压力的啊。好，大法师金光一闪 biu biu， 我终于是三级的男人了啊！三级一到，那分矿可以开，然后呢可以给对手一点压力。好，两位大哥双方相遇了，界面直接打大法师。巫妖的话有公爪在，还有头环，再加上这个 Nova， 嘿，对大法师还造成一定的困扰啊。好，骷髅过来杀农民，这边福特曼的话把这个巫妖给赶跑，大法师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买个鞋啊，跑得快一点，这被巫妖盯上打的是真的好疼好疼。好，这边的话先把一些骷髅给清理掉，水元素反补一下小农民，就是不给你经验值。那现在对于浪漫来说千万不能给对手经验值，只要巫妖一到三自己这个分矿压力就很大。好，大法师的话贵族头环鞋子安排一波，两个人又开始针锋相对了啊。 Happy 这边也是买来鞋互相内卷，呵，卷的真的是生活不能自理。好， Happy 现在在进攻的同时也做好防守啊，这矿盖子千万不能被拆。浪漫过来插了一个眼睛，好，懂了，你敢走我就敢来进攻，水元素火反补掉，操作很细。哦呦，又是一发弄完，这个巫妖的状态非常的不错。好，浪漫抢上了啊，强行霸王硬上弓，应该可以把这个矿盖子给敲了。大老师偷偷的点一下这个巫妖，那巫妖呢，哎呦，把水元素给点掉，巫妖现在非常需要经验值。好，二级大水源点掉，打一大法师，大法师跑了。那这边的话要不要交 TP 呢？ TP 哎，还是不要交，但是不交的话巫妖可能可以杀很多福特曼啊。哎，福特曼哦，有梦想杀我，我直接想把巫妖给干掉。这边掉了，哎，这个福特曼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个福特曼的话稍微的有点迷路啊。好，巫妖的话杀完这个福特曼直接到三级了。 BBU 要不给他来一发 Nova？ 好，不用，我有鞋，跑得快。巫妖金光一闪到了三级，那三级巫妖之后人族这边要小心。好，巫妖追附邓曼，浪漫想来杀个回马枪，但是这小狗的位置站得有点好。
得让对方矿盖子再造一会儿再拆。这边是有眼睛的啊，知道不死族的一个动向，你敢走我就敢过来，让我们绕一圈，要不绕到主矿去。哇，主矿没有冰塔，主矿这一波会很爽，不过去了主矿可能叫叫叫 TP 啊。另外一边 Happy 小狗也拉了过来，哇，五条小狗，那浪漫这一波要敲民兵去了吧。哎呦，家里说实话民兵不是特别的多。好，大法师过来，哦，什么情况，巫妖居然这里还有兵。哇，这一集 Happy 这个狗出了有点多啊，十一条狗。来，小农民的话暂时撤退，撤到主矿，然后这边福特曼的话又开始骚扰，双方三线操作打的确实非常的刺激。好，民兵一波又一波，那大法师的话要小心啊，巫妖现在的输出有点高。好，巫妖以符当关，守在这，你还没还敢谁来啊？这边的话，嘿，关门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好，幸好出来了，哎呦，这狗狂门有点吓人，幸好没有冰塔，冰塔一好，福特曼，哎呦，还是被冰到一个。好，浪漫家里赶紧把商店给敲好，商店一敲是吧，状态一补。这边还有个小狗随时，哎呦，巫妖来了，大法师，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好，巫妖再来一旁的话你就没了。巫妖现在还有多少 CD？ 来来来来来，大法师赶紧跑，巫妖巫妖走捷径，来来来，一只血，好，把巫妖给骗回去之后，赶紧回去回去回去，来来来，赶紧贴个药膏，跑跑，对，跑。哦呦，这边已经过来包围了啊！好，大法师幸好身上有隐身斗篷，哎，赶紧隐个身，哇，吓死人了。巫妖身上有没有粉？没有。啊，巫妖现在一发 Nova 砸一下福特曼，嚯，可太刺激了啊！好，现在两个大水源战斗能力还是有点强的啊。现在大法师赶紧恢复一下，恢复一下才能够往外面战斗一下啊！刚才差点被秒。好，看看科技情况，浪漫二本刚刚开始升没多久，不死族的话也差不多，双方的科技进度都不快啊，就是前期双方打得太刺激了。哎，巫妖又来了，哇，这三级巫妖二级诺瓦福特曼都是经验值啊。浪漫表示腿了啊，就不该让巫妖到三级，关键巫妖的装备还很不错，攻速手套撸得快，贵族头环属性值三个全部加，再加上一个加霸的攻击之爪，这个巫妖要血线有血线，要攻速有攻速，要攻击力有攻击力，真的是啥都有啊。好，巫妖还是蠢蠢欲动，想找大法师的麻烦。大法师，你不出来，我就拿你的小兵。嘿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浪漫建筑学搞一搞。那双方现在应该是暂时会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了啊，过渡一下，把自己的二英雄三本升一升，是吧？后面的话就看三本之后怎么打了啊。现在人族不死族三本的打法可多可多了啊，人族一般来说都是骑士，那对方的话就是女妖。好，我们看看接下来怎么整。大法师买了个伐木机器人，刚才民兵敲的有点多，哎，巫妖往这边赶过来，要小心哦。大法师搞了个大雪，好，水元素反补掉很细。 Happy 过来了， Happy 就是找你的福特曼的麻烦。好，大法师反补掉，不给你经验值，现在大法师经验值领先一丢丢啊，领先的也不是特别的多。二英雄山丘升三本，这边的话二英雄暂时还没点，嘿，二本还没升好呢，差一丢丢马上升好。好，这一局的话双方的科技进度差不多，分矿进度也差不多，英雄等级也是差不多，那三本之后的打法嘿就比较的多了啊，看看双方谁先出招。你这边要出蜘蛛，我这边就出骑士，是吧？你出骑士，那我呢出女妖，你出女妖 我出坦克，你出坦克，我出角落车。好，看接下来看看谁能站在战术的顶端啊。巫妖的话吃个苦楼，好，买了一个粉，嗯，你这个大法师很调皮是吧，我买个粉，我看你隐身斗篷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。哎，大法师身上是没有单传的啊。好，两个大水源把对方的二本建筑给拆了一波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山丘走出祭坛了啊，山丘现在要开始狂练等级，哇，这二本也好，三车间双兵营。那 Happy 这一边呢会出天鬼吗？屠宰场，屠宰场，诅咒神殿，好的，那就是绞着车加女妖了啊，准备好了。毁灭现在不太敢飘，一飘的话，好，一锤能不能把这个巫妖给围住？
来，巫妖是没有 TP 的山丘，能不能锤出来？可以，这一波可以把巫妖给干掉。只要你山丘能锤出来，可以解决掉巫妖。哦，什么情况？突然之间 ，DK 王者归来，哈，踏着踩着什么？踩着什么彩霞？来来来，这一波，哎呀，差点就杀成功了呀，可惜可惜。啊，祥云应该不是祥云，怎么是彩霞？那彩霞是他女朋友啊。来了，这一波的话，山丘，嗨，差点就立大功了啊，可惜 DK 立的功更大，临危救主，哼。好，那这一波的话，要不要开始空投一波？这个地图元素还是很多的啊，飞艇秀啥都有哈。大法师马上到四级，好，浪凡是想继续开矿，可以 ，Happy， 还有盯的是真的严实啊。啊，六级石头蓝不吃你的技能，啊，这经验值怎么好像被巫妖给打到了、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狂狗这么厉害？好，大法师的话，这边山丘搞了一个指环加五，现在骷髅有点多，但是山丘锤小狗也很不错。哼，这民兵还在战斗，只有他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完成工作，结果还是被打死了。好，欧皇的话暂时出天鬼来玩了呀，天鬼一出，那这边就要出飞机，那飞机的话不死就没有恐惧魔王是不好玩的，所以欧皇的话三发恐惧。好，两个人就博弈博弈再博弈啊。现在人口方面50大战55，这 Happy 那么早就破50人口了啊，飞机数量一起来，那天鬼就是经验值啊。那接下来怎么整呢？飞机把天鬼给清理掉毁灭，那也不太敢飘。这边好，开始已经开始转型绞肉车了啊，绞肉车女妖是吧，女妖一出来骑士没啥用，那这边就只能出坦克了，然后呢我绞肉车早早就等着你。 我 Happy 这一节哎呦做的准备非常充分啊，这个冰塔防止空投，这两个塔防止你正面进攻，家里的话堵起来，哈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那现在浪漫的话，如果能达到正面优势呢，就可以继续开矿，拿不到的话后面就有点难玩了。上来一个锤，能不能杀英雄？刚才你救巫妖，听说你救得很欢，我这才把你干掉。巫妖的话想过来递 TP， 能不能递过去？哎，这里卡个位置，你递不过去。好，山丘直接爆了开局的这个仇啊，把 DK 给灭了。可以，三英雄一出来确实效果就不错。 Happy 呢也是个猛人，倒下立马买活。现在呢是吧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不能耽误一秒钟，英雄阵亡，反正双冠在手啊，直接买活，买活之后立马加入战斗。好， Happy 这一波的话三本来了啊，散发的是恐惧魔王，一睡一围，两个人62、55人口，双方打得都很凶。 Happy 的话人口落后，但是气势不输对方。这面的话来巫妖一发 Nova， 这个山丘很嚣张，好，直接控一下你圣骑士一秒，山丘表示哎呦，圣骑士幸好及时醒过来了啊，好，吹一下恐惧，哦呦，又一发，可以，这一波的话 Happy 对于山丘的怨念很深啊，所有火力打山丘，好，没有打成功，那这一波杀英雄没杀成功，自己的部队稍微的有点难受。现在山丘不避难状态，暂时动不了，所以人族呢也不必深追啊，追的也不太好留。好，人口的话现在浪漫70了，欧皇还在49，这欧皇还在压人口，欧皇的话应该是在准备女妖了啊，先把你的骑士数量给弄起来，你骑士数量起来之后，我接下来发挥空间就很大了。好，大法师的话哎、哦、撑不住了，要交 TP 了，哎呦，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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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14滴血，圣骑士关键是老是被睡啊。好，那这一波的话 Happy 通过遇事不决秒英雄的套路，直接把浪漫给打了回去。那浪漫的骑士数量已经有5了啊，5骑士，坦克的话也在准备当中，三辆坦克。那这个一边女妖的数量也是攒起来了，哈，这两个人现在战术不是一层一层往上升，而是一下都是升 N 个层次往上涨。好，骑士5，攻防的话一攻一防。那 Happy 的话，嚯，两个绞肉车守分矿，这边毁灭，到时候甚至还可以飘毁灭啊。好， Happy 水也开了分矿了，那现在双方要三矿打三矿，人族现在的矿稍微领先一个啊， Happy 必须得赶紧开。那浪漫现在是直接出坦克了，欧皇一看，呵，坦克真出来了，那你出坦克，我家里呢，准备好啊，绞肉车。好，这边坦克已经开始进攻了，两攻一防，这坦克还是很扎实的，接下来要靠骑士把这边的绞肉车给干掉。
圣骑士先到二班，二的话有一定的保命能力。好，大法师四级半了，先撤一波。这边掉了一个什么好装备呢？骷髅书，骷髅书没有毁灭的话作用还是蛮大的啊。好，现在浪漫在小角落，欧皇的话追着坦克打，哼，这个坦克是真的硬。女妖的数量，操，一不小心就七个女妖了啊！一见到女妖只能交 TP， 否则的话骑士全部会被占据。好，那这一波浪漫先撤，哇，坦克找机会空投啊！有没有四辆坦克？有没有飞艇啊？整一下飞艇。现在浪漫多一个矿，确实多一个矿，那就不让你开矿。我始终多一个矿的资源，后面玩起来空间就比较多了啊。好，这一波大部队过来一拆，哎，但是 Happy 也可以钓鱼啊，让你过来。正面的话，你这边骑士遇见女妖，真的是，哼，没办法，大王是直接交 TP。好 ，TP 我走。走完之后，坦克这边四辆坦克，马上还有两辆啊。哇，浪漫已经是86人口了，这个人口爆的是真的快啊！这边继续练啊，先把山丘跟圣骑士练到3，后面就比较好玩了。Happy 呢，现在得找机会把这个分矿给开出来。飞机侦察，欧皇的话三个绞肉车，阴影的话也必须出。最近的话 ，Happy 的阴影出的比较的多啊。嘿，这张地图这边还有一朵花，挺有意思的啊。Happy 主动进攻吗？但这个部队说实话，这个部队攻城能力有点弱啊，尤其是女妖，好靠巫妖啊，一发弄啊，恐惧魔王一发斧风，可以农民倒下三个。好，你进攻，那我也进攻了。浪漫表示大军直接往前冲，哎呦 ，Happy 第一时间交 TP， 稳。飞艇想空投，哎呦，这没想到对手 TP 了。你看这个兵塔就精髓啊，这小心，只要是坠机的就难受了。浪漫往这边走的时候，又可以拆一下这个矿，可以，只要你分矿开不出来，我领先一个矿，发挥空间就很多。哎，这边大法师有点撑不住了，哦呦呦呦，要被秒。好，直接交 TP 啊，可以，稳。圣骑士姗姗来迟啊，这边一遇见女妖只能交 TP 啊，这女妖实在是太吓人了。坦克现在有6辆，就看看这空投的一个机会怎么样了啊？建好了。浪漫现在领先一个矿，往返比较的多。Happy 的话，好，大墓地先造好啊，等我把冰塔造好，看你怎么拆我的矿。好，浪漫现在要守这个分矿吗？对手的话，见面又杀农民，只能够对拆了啊！你拆我，我拆你。现在浪漫开始啊，浪漫是两个矿想一起拆，有梦想啊！我看你就哪个空投下来，这里5辆坦克，还有2辆马上到。然后呢，这边部队拆这个分矿，我看你保大还是保小啊？好，坦克强拆，哦呦，这坦克有点多，两个绞肉车有点不太够。Happy 这一波，哦，完了，这分矿一个也开不出来，难受。那接下来浪漫发挥的空间就很多啊，只要我经济始终领先，绝对领先，后面战术就很多了。来来来，现在85大战80，坦克可以把这个矿盖子给强拆掉。然后这一波部队的话，人族绞肉 TP 他跑了，你占据不到我的兵。不过现在浪漫有一个小问题啊，这两个英雄还是没有到3。坦克啊，拆掉，拆完就可以跑了。好 ，Happy 现在有点难受啊，一矿打3矿，那一矿打3矿，浪漫这边发挥的空间就很多了，看看想怎么玩。哎呦，这个飞艇刚才空投完了。好 ，Happy 现在怎么办？资源的话稍微的有点少啊，木头也是比较的缺，浪漫他又来了，哎呀，这一局欧皇的游戏体验可能会有点差了啊，现在落后2个矿，落后2个矿啊，好，大部队过来看看能不能占据一下对方的一个骑士，但是大法师他非常的怂，一看到你来我就走，哎呀，这个矿重新再开一遍，好，大水源过来清理一下这个绞肉车。三个绞肉车对于坦克的威胁还是蛮大的。现在浪漫看看怎么玩啊？现在地图上没什么点可以练，这俩英雄要是能到3级就好啊。现在浪漫就是各种买 TP 跟你晃，哇，我钱多，随时买 TP。好 ，Happy 疯狂的造大墓地了啊，主要是没有木头，多造点大墓地比较硬一点。哎，这里浪漫好要飞艇空投来玩了。
这边坦克进攻这个矿，然后飞艇空投这个矿，但是这个蜘蛛跟过来了，我这个飞艇说实话非常的危险啊，30滴血，这点两下就没了。飞机侦察，坦克过来拆，好，这一波坦克把分矿给拆掉。那接下来这个分矿拆完之后 ，Happy 只能够守这个矿啊，这个矿最关键了。浪漫现在94人口，哇，我领先你两个矿，随便玩啊。好，这个蜘蛛随时侦查，来，飞艇怎么现在过来了？完了，大法师坠机直接阵亡，最关键是大法师身上的 TP， 他也带进了天堂啊。那这一波，浪漫坠机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巨大优势一个坠机全没了。四个骑士看到老大都阵亡，直接叛逃。四骑士叛逃，双英雄阵亡。这一波浪漫直接从100人口掉到60人口。好，一个坠机，40人口消失。这怎么玩啊？全部是坦克，坦克太被动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坠机把一切都搞完了。原来原来啊，这一局的节目效果在这里啊。好，没想到啊，90% 要赢的局面，一个坠机全给葬送了。那现在浪漫啊，丢了那么多的一个部队，那接下来怎么玩啊？坦克现在虽然说有八辆坦克，但是坦克有点笨重啊。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大法师，哦呦呦呦呦呦，哦呦，定格无敌！浪漫现在是不是有点稍微的有点慌了啊？这个局面怎么感觉大法师往枪口上撞？好 ，Happy 表示我这个矿也能占据掉，看见没有？我这四个骑士打你的坦克，那是真的舒服呀！完了完了啊，这骑士成为对方的部队之后，知根知底，拆了坦克，那叫得心应手。那现在人口浪漫从50多号又憋到70多了。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坦克掉了，圣骑士复活成功，山丘的话啊还得缓一缓啊。现在纯开坦克想赢太难了，必须配合其他的机动部队一起来玩。结果呢，机动部队，哎呦，一个坠机，哼，几乎全完蛋。怎么办？山丘现在还有73秒钟复活，哇，复活起来是真的慢呀！哦呦呦，这敢过来吗？欧皇的话，部队分兵分得非常的科学。这骑士大军，来来来，大法师的话，漏网之鱼，你过来了。大法师不敢输出，完了要交 TP 了。每次过来啥也没拆的就交 TP， 有点难玩。恐惧魔要不要睡他一下？哦呦，突然技能全甩过来，大法师还是交了个 TP。 那现在浪漫这经济优势完了，这个矿已经采完了。那现在浪漫是一个矿打对手两个矿了，这局是风急转直下，难了难了啊！这一局的话，浪漫想赢必须得找一些奇特的办法了。刚才空投把自己给空投没了，你敢信？好，欧皇现在稳打稳炸，嘿，这游戏体验不就来了吗？是吧？只要我全部细节完美，呵，逆转形势也是哇，几秒钟之内的事情。哎呦，还比现在英雄等级543，打坦克经验值也是吃的非常的多啊。好，乌鸦的话现在是5.4级。山丘终于复活成功了，嗨，山丘说，回忆刚才的一幕啊，现在我还经常做噩梦，太吓人了啊！飞机突然坠机，大法师消失，是吧？我呢 ，TP 也没用，所有部队叛逃，我还被击杀，哼，这个画面想想就可怕，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画面了。好，看一下 Happy， 现在人口是越打越多，86人口。好，这里浪漫又来了一波坦克进攻，好，把这个矿拆了一次啊，但是拆了一次坦克掉的也非常多。浪漫现在只有一个矿了，没什么钱了啊！你这个坦克这么用，山丘现在还是没有到三级，现在浪漫就拆东西啊，赚不到什么经验值。但是，这边能突后排的一个绞肉车吗？绞肉车想去突一下，但是欧皇大部队过来，好绿帽子套起来，不怕你的一个霸血。水元素过来打一下伤害，大法师要小心啊，很脆。恐惧魔王升到了四级，巫妖的话五级。来，这边大法师身上有没有 TP？ 好，有 TP， 有加 TP 啊！每一次见面必交一个 TP。但现刚才是你领先两个矿，现在是落后一个矿，这个 TP 能这么用吗？好，小农民围杀坦克，欧皇秀起来了，可以。巫妖的话过来补点伤害，倒下。那这边坦克零星零星的在拆，欧皇的话也是买了飞艇，可以。
小农民实在不行上个飞艇。这四个骑士哼，加入不死族之后相当的卖命啊，哪里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。好 happy， 现在兵多多线操作，来，这边农民好久没管你们了啊。现在老板最后一个矿农民被疯狂的屠杀，现在老板70人口，但是接下来没什么钱了啊。好，这个矿坦克又来拆一下，连采木头的伐木机都拉过来战斗。 Happy 恐惧魔王来守家，能不能守住？这四个骑士相当积极，怎么办？另外一边这俩英雄把这边的农民杀的差不多了啊，浪漫三英雄看看能不能杀点兵啊，赚点经验值。嘿，暗影斗篷好，没空距离了啊，现在非常的忙。坦克再一次过来拆，这一局浪漫至少出了20个坦克。巫妖单船回来，好，小农民上飞艇可以，主要是脚踏车上飞艇啊，脚踏车你搞不到我。 DK 也回来了，这一波浪漫英雄小心，大法师呼神骑士奶回来，那这山丘跑跑，卡个位置不，一发斧风秒掉，这英雄阵亡。那现在就这两个英雄跑，哇，坦克掉的是真多呀，巫妖到了6级。那 Happy 巫妖升到6，要不要升个大招？听说你喜欢对拆，我不拆给你看一下。好，欧环升了大招啊，死亡凋零。这边的话四骑士围杀坦克，浪漫56人口， Happy 80人口，这里重新把这个东西给弄回来。好，巫妖表示嘿嘿，我要过来放大招了啊，开心比心，来先杀农民。好，先杀农民再说啊，大招的话等会再开。另外一边恐惧王继续带着大部队啊在守家，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，先把这个炮塔给解决一下，炮塔非常的硬，但是在巫妖的输出下嘿还是跟纸一样。老曼现在三英雄连伐木机器人都拉出来战斗，山丘再一次阵亡，山丘阵亡有钱复活吗？现在钱好像还有一丢丢。哦呦呦呦，这两个英雄要截杀你们啦，大法师有没有 TP？ 这一波大法师没有 TP 的，圣骑士一级奶， DK 的话三级的 C。 哦呦 Happy 这一波很猛啊，不过 Happy 也是见好就收，既然你回家了我就不必深追，是吧？先把你的坦克清理完就好。好，这个骑士一个人一夫当关在这里拆，又来一个小四生围杀坦克，这一波浪漫绝望了呀，分矿踩不了钱，对手的话领先那么多钱，哎，刚才一波坠机真的是直接把自己给送没了。好，浪漫打出接近，我们恭喜 Happy， 这一集确实节目效果有点炸裂啊。好，喜欢本场对话的朋友记得点播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